各位频道的师兄师姐您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爬山看看风景，这是观音山，我们看一下前面。观音山，镜头看前面这里。好，我们当然会从这里，听说1.多公里吧，但上面的 view， 上面的 view 其实很漂亮，可以看到淡水河出海口、巴黎跟淡水那个方向。好，刚好现在快中午11:21，那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风景吧。那我顺便测了两个设备，一个是这个 InstaGo 跟这个 One X2 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前进。然后后面这位是瑞秋师姐，她今天的任务是驼兽，负责背水。我们现在继续往前。就说我不要喝水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你就说，我就跑跑一下，是不是？这样预计爬上去大概多久？一小时吧。一小时啊！哇！好，你慢慢走。没有，我们会经过啊，我们会经过，是啊，就是我们转往那个台北那边去嘛，会经过这里。这个行程大概一个小时，我们不会全程录影，因为全程录影太累了，很喘，所以一个段一个段。这影片我希望就顺便当素材收集。大概抓15分钟、10分钟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到一个段落，我再继续录。有便宜到那个地步吗？没有，就一个人大概便宜个500-600起跳。我是觉得还好，100多块钱，等我再出来。因为以前我原本要跟他借车子，
是适应后的结果。妈妈，老师，我看到黑色很大只的蝴蝶。我去牵奶奶。我觉得不能侧走，侧走会卡卡。正走，慢慢走。正走可以走外八。不要找到人，好不好？你很累，你们还冲那么快，慢慢走。不会累呀、啊。不会累呀、啊。慢慢来还是？还有一大堆的楼梯呀、啊。对啊，我们这边玩的很多。我们都是。各位都是。是啊，那我们也是一大堆楼梯。大腿这里一块肌肉结在这里，很明显。因为他们不是。他们还要绕，我不要了。我操！对，要不要绕回去？怎么这个？那他们还要再绕？没有，我还以为他们要直接下去。可能还有外套。
我也不想记录，我就只有带手机，手机放面前就这样。硬汉林还有150公尺，走，快到了。你爬我们，如果你们有爬那个。伊就讲，你要爱去提去，伊用超过两公里。
完成的感觉就是很爽，我也是很爽。你要开户啊？不能做。你放你的账，你买他的这样子。哦。那么简单啊。我张开。我想跟你说，你往上。